你无耻至极。对付你这种人何须讲什么道理，当年你为了一介妖族险些害死本殿的兄长，如今你又勾结妖族祸乱仙界，实在罪无可恕。紫渊上君，替本殿拿下此人。是殿下。公主殿下，凤染上君毕竟是青池宫的掌座，就算他勾结妖族，他也是要请示过青池宫的上神后再行惩罚呀。众所周知，古君上神云游已达万载，试射妖族理应由我天宫来处置。殿下，可青池宫还有一位小上神呢。显山，你说的不会是青池宫那个废物典型吧？我听说他连地仙之力都没有。这灵力怎么有些熟悉？如此弱子怎么能决断大事？休得口出狂言，侮辱我青池宫上神。你都死到临头了，你还敢张扬？也罢，本君送你一程。怎么变了一个人？怎么和我梦中的女君如此相似？师父，师父，你是谁？胆敢擅闯大泽府，伤我天宫仙君，扰乱上君寿宴。擅闯？闲晒上君看看，此帖是否是尊师所写？本殿是受邀而来，何来的擅闯？下君闲晒，见过神君。锦昭，你斩我青池宫掌座，我伤你区区一个上仙，又有何不可？你是后池？不可能，后池怎么会有这么强的灵力？凤染拜见后池上神。见过后池神君。拜见紫渊，拜见上神。方才你说我灵力低微，不足以做出决断。啊，不，上神，我没有说过这话，我不知上神驾临，还请上神看在天宫的份上。天宫，方才你口口声声说我青池宫掌座勾结妖族，这才一会儿，你便忘了？那是夏君口出狂言。后池，凤染勾结妖族，证据确凿，今天就算你在这里，本殿也当将他绑回天宫问罪，是吗？是你们两个自己说，还是本殿替你们说？圣君饶命。夏君不敢妄言，这伤口确实是青池宫伤的。你不要命了？你们怕什么？有本殿在，还由不得他颠倒黑白。此伤口并非妖族灵力所伤，不过是敷上了一种令伤口变幻的灵水罢了。青墨，你的意思是？此灵水乃西海海底的幻鱼鳞片所致，用飞红花花蜜涂抹，方可让伤口变回原形。此花蜜大泽府常备，东华上君最喜以此物辅以茶点，本君这便派人去取。是夏君欺瞒上君，求神君饶命。你们两人还不从实招来，这伤口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是我们自己。这两位小徒偷入青池宫盗取灵泉，被神君发现。神君看他们年幼未曾责罚，他们倒好，偷饮灵泉也就罢了，现在还当着众神反咬一口，说我们青池宫勾结妖族。看来是二人丢了火山湖，怕被责罚，所以编下谎言。你们敢骗我，我宰了你！别动不动就要打要杀的，物归原主。上神，这种小玩意儿你要是喜欢的话尽管拿去，我府上还有更好的，我也是一时不小心才着了这两个兔崽子的道，请上神恕罪。他二人的责罚自是不能少，
但你多次口出狂言更是可恶。这个因为你诋毁本君，这个是为你辱没青池宫，这个是你万年前在渊灵沼泽赐予凤染的背后一剑。上人饶命，上人饶命，请求上神敢在景阳大殿下的面子上饶我一次。景阳，本殿倒是忘了在天宫还有三位殿下为你做靠山，若是本殿要罚你，就是天地又能奈我何。后池，你莫要欺人太甚。二哥，就是他伤了我和紫渊上君。这位是二殿下，这位是青池宫的后池上神。原来是后池上神，不知景昭和紫渊做了何事让您如此成见。二哥，二殿下真是来得不早不晚，刚刚景昭使唤紫渊污蔑我们青池宫勾结妖族，你不在，现在后池上神要教训这小人的时候，你倒来主持公道了。我小神君言重了，您第一次来就遇到如此是非，是东华招待不周，让小神君受了委屈。谨见殿下，以今日紫渊所为，不知九重天宫与青池宫的万年交好是否还有必要在手。景昭莽撞，紫渊上君所为绝非天宫之意，还请上神不要误会。还请二殿下问一问天地，按照仙界的律法该如何处置紫渊上君。后池，你上神放心，景剑定当将今日之事向父神禀明。我们走。等等，夏君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询问神君，不知神君可否移步后殿。不可。